欢迎来到 Moving 二十四 H 频道，请订阅频道，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今天我们想向您发送以下时事通讯：买家秀打败了卖家秀，王一博的时尚完成度靠脸。在这个瞬息万变的时尚界，总有那么一些人能够以他们独有的方式。 重新定义潮流，引领风尚。王一博，这位集才华语言植于一身的偶像，正是这样一位能够在平凡中创造不凡，将简单的衣物演绎出无限可能的时尚 icon。他的每一次亮相，不仅是对服装本身的诠释，更是对自我风格的一次大胆宣言，让人不禁感叹时尚。 原来可以如此独特而迷人。王一博，时尚界的变奏曲。王一博与模特同款衣物的对比，仿佛是两个世界的碰撞。模特身上的衣物是标准化的美，是品牌精心设计的理想状态。他们中规中矩，力求展现服装的最佳状态。然而，当王一博穿上同一款衣物， 却仿佛为这些衣物注入了灵魂，它们不再是冷冰冰的商品，而是成为了他个性与气质的延伸。这种从卖家秀到买家秀的华丽转身，不仅彰显了王一博对时尚的深刻理解，更凸显了他非凡的时尚驾驭能力。王一博对时尚的独到见解，在于他不仅仅是在穿衣。 更是在传达一种生活态度。他以自己独特的方式，将半圆半高领的衣服演绎的既优雅又个性十足。不同于模特的中规中矩，王一博巧妙地调整衣领的形状，让颈部线条更加修长，身姿更加挺拔。这样的穿法不仅展现了他对细节的极致追求。 更透露出一种随性而不失格调的时尚态度，这种态度正是王一博作为时尚 icon 的独特魅力所在。当然，王一博之所以能够成为时尚界的宠儿，并非仅凭天赋，他对时尚的热爱与追求，让他在每一次造型上都下足了功夫，无论是服装的搭配、配饰的选择。 还是发型的打理、妆容的点缀，他都力求完美，力求将自己最好的一面呈现给公众。这种对时尚的敬畏之心与不懈努力，正是他能够在时尚界不断突破自我、创造更多可能性的关键所在。王一博的时尚影响力还体现在他对多元文化的融合与创新上。 他善于将传统元素与现代时尚相结合，创造出既具有中国特色又不失国际范儿的造型。这种跨界尝试不仅丰富了他的时尚语汇，也让他成为了连接东西方文化的桥梁。在他的身上，我们看到了传统与现代的和谐共生，也感受到了文化多样性的独特魅力。 王一博，这位时尚界的璀璨明星，用他的每一次亮相，都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场视觉盛宴。他不仅仅是一个简单的穿衣者，更是一个时尚的创造者和引领者。他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时尚的真正含义：时尚不仅仅是衣物的堆砌，更是个人态度。 文化底蕴与时尚潮流的完美融合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们有理由相信王一博将继续以他独特的时尚魅力，影响和激励着更多的人，共同探索时尚的无限可能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！ 充满活力，再见。